嗨，我如言，一个字讲真话，情商超低嘅猫性少女。首先系条格仔嘅裙裤，跟住旁边咧系拉链嚟嘅。佢呢種咁嘅格仔咧，就會比較復古啦，同埋唔會咁容易過時。呢條褲嘅話咧，就會比較斯文一啲。嗱，我係金色嘅，有少少不規則。跟住旁邊都係個袋嚟噶。后面的袋是假的，咁我而家去试着啦。我的身高是160，体重是42公斤，着紧嘅系加细码。呢条嘅话咧，佢个码数偏大，裤头嘅位置松咗一个手指位。绿色呢条都是加细码，比啱嗰条仲要松。建议腰比较细嘅话，就唔好选择呢两个款式。休闲西裤嘅风格。咁我翻就呢度，再见，拜拜。